者吴梦伦台北报道，日本女星枯北真希长相清纯甜美，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空灵系女神。2015年她与男星山本耕史闪婚，生了孩子后更宣布离开演艺圈，让无数粉丝心碎。但近来却传出她将重返电视剧的消息，引起热烈讨论。枯北真希所演出的《改造野猪妹》、《小梅医生》等作品都让粉丝们回味无穷，她回归家庭被视为是演艺圈的一大损失。但其实当时她所写的亲密信中并没有提到隐退，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她总有一天会回归。据 CYZOWOMAN 报道，枯北真希4月时被拍到与老公吉多为音乐人聚会，当时他便透露有电视剧找他洽谈，将在10月的黄金时段播出，一同用他的音乐人夫妇布袋银泰及金井美树涵自告奋勇要帮忙写主题曲。枯北真希于前事务所的恩怨过去闹得沸沸扬扬，接替他成为是无所依解的桐谷美玲，又与三浦翔平爆出婚讯，让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像枯北真希一样急流勇退。知情人士透露，枯北真希若真的复出，不太可能再回前东家，而会转往老公的经纪公司，让婆婆成为他的新老板。枯北真希传出复出消息，反射自微博枯北真希佐伊被拍到与音乐人聚餐。翻摄自 POSTSEVEN 枯北真希佐与山本耕史婚后停止演艺活动，翻摄自报纸新闻社。